近日，中国搏击著名选手武僧一龙通过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名身患淋巴瘤的儿童筹集捐款的消息。据了解，这名个孩子由于身患重病，全家已花费了几十万的治疗费。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额。看到这一幕，一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一龙通过社交平台向大众呼吁，希望每个人都能献出一份爱心，身体力行的帮助有需要的人。很早朋友就说轻松筹捐是可靠，一直喜欢做一些事情。我现在情况不太好，个人能力有限，以善扬善，希望众人助力行善积德，吉祥如意。随即他还补充道，上一条链接随缘，看到一龙再次展现乐善好施的举动，网友们纷纷留言写道，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胃布施的健康长寿，一饮一整都是定数，岂有布施能改变命运，龙哥加油。一龙跟成龙大哥搞慈善吧，以资助望平安无事，愿平安健康，希望小孩平安。一龙好样的。值得一提的是，一龙提到的我现在情况不太好，令人感到费解，因为一龙的年收入还是十分可观的，在国内搏击选手中属于佼佼者。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龙说出情况不太好？他是否也有鲜为人知的生活经济负担？一切的疑问或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